日前有网友爆料，鹿晗趁着拍摄新戏的空档，毫无伪装的前往火锅店用餐。离开时不改调皮本性，开玩笑的说下次带女朋友来，顿时引得全店女粉丝尖叫声四起。视频中，鹿晗身穿宽大白色上衣，搭配浅色短裤和球鞋，完全没有戴鸭舌帽和墨镜。直到镜头再拍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满脸带笑的走进店里，十分亲和。据网友称，鹿晗很有礼貌，并表示亲眼看到偶像走进了那一刻，大家都疯了。此外，有网友爆料，鹿晗似乎已经忘了明星身份。还自己打酱料到处走，可爱举动瞬间拉近与粉丝的距离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走的时候还开玩笑的说：“下次带女朋友来。”率真个性圈粉无数。这世界很酷。